我是刘准谦，由细到大我都是独来独往，生活都是一个人，直到他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。喂，还不起身？你这么懒，第时怎么照顾我们头家？你是我们头家啊。喂喂喂，未熄火啊。喂，他告诉我他叫 Cecilia， 他是来自未来，虽然我都是半信半疑，但不知不觉间我的生活好像习惯多了一个人。喂呀，你这么不环保的，你这样会影响我们地球的将来的。自从 Cecilia 的出现，我的生活都有了改变。大家要了解市场情况，做好风险管理，再作投资部署，咁先至可以更妥善计划未来。我哋银行有提供呢几种服务，或者呢边帮你。先生，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？现实生活中，你未必有来自未来的讯息去提示你生活的每一步，但是有富邦银行为你带来全面的金融服务，时刻照顾你的理财需要。以正向的力量支持你追寻美好的未来，成就无限可能。